号在选院长的时候，我跟韩市长，我应该叫韩院长特别的交换过意见，他未来也会把重点服务放在我们南部，特别是我们高雄，因为他对高雄有一份完全不可磨灭的一个情感。所以你说我们这三个联服处，我说实在的，主委再加上第四个叫韩国瑜，他也不会有任何意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要展现跟任何高雄有任何地缘关系的，我们除了三个之外，还有包括黄委员，还有包括我们的江监委，还有包括韩院长，大家都秉持着一本初心哦，一定会高雄的乡亲来服务。